第25题，关于溶液的性质，下列哪一个选项叙述错误？A. 溶液是混合均匀的纯物质，都已经告诉你是混合均匀了，所以当然是所谓的混合物，不是纯物质。选项 A 是错的。那么其他的选项 B 说溶质是可以是固态、液态或气态是对的。选项 C 说在水溶液中水当溶剂也是对的。选项 D 说溶液包含溶质跟溶剂也是对的。所以25题问我们说下列哪一个选项叙述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。溶液是混合均匀的纯物质。